这是一个在人类与神明分界还不明显的时代，弱小贫瘠的人们靠着富人为谄媚神明献上的贡品存活，而神明的力量取决于人间庙宇的香火，并予以共存。从我庙里抢来的贡品还来。嗯，哼，连自己的破庙宇都快倒的小神明，需要什么贡品？顺风儿，你这家伙！既然你执意要擅闯，我也不会在手下留情。哼，好大的灵压！不过那种东西跟得上我的速度吗？准备，忏悔吧！来了！糟了！乾坤圈！可恶，神力不够了！难道我要什么都做不到，看着弱小的人们死去吗？难道我要像那个时候一样，什么都改变不了吗？神明大人，我是不是活不久了？你不要乱说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明明明明只要有那些贡品那些食物的话，你一定得救，都得救。不管是贫是富，不管信不信我，都得救啊，因为我是神明啊。神明大人，别放弃啊！还有我们在。你们怎么会？神明大人，谢谢你那么在乎我们，我们都相信你会改变这艰苦的世界。要振作起来啊，神明大人！剩下的孩子们，就拜托您拯救了。谢谢你们。怎么样？干掉他了吗？不，还没。我一定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，因为我是神明大人。糟了，他从那些生灵手里取得了信仰之力。乾坤封印，乾坤圈怎么会？力量被封印了，使不出来。喂喂喂，这样子是不是不太妙啊？回应我吧，圣火尖枪。等等啊！我们投降，投降，我们投降啊！多说无益，只要我身为神明的一天，我就会想尽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啊！来了，大风又没有救了。哎，快点告诉我，我的贡品放在哪里？哎，醒醒啊！哎，你要过来拿贡品是可以，不过请不要拆我家的庙啊。啊，是妈祖娘娘啊，你在吃的是我的贡品吗？啊，我说啊，你是不是忘记今年统一要把贡品聚集到我这里，再公平发放，来解决分配不均的问题啊？我们去年决定的啊。有这回事吗？为什么不提醒我啊？谁靠背你，根本来不及讲啊。非常抱歉啊，我们这边也有疏失啦。偷吃贡品没被发现真是太好了。什么？没事。我带你去拿贡品给孩子们吧。耶，太棒了。